step back, 3-point splash, yeah. Step back, 3-point splash, yeah. Logo shot, logo shot, yeah. 白耀晨在外场，送 low post 这里，再给外围，再交给班霸，篮下转身要单打。One 净算加罚，哇！其实这个在网络上，其实之前中华白队阵容就出来之后呢，很多球迷就好奇说，哎，这个到底队的第一颗三分命中？是的，来自五号的铃木丰大，班霸杀到篮底下，自己再放球进。中华白队在整个进攻端呢，其实可以把球多塞到禁区，因为看到把球塞到 low post 的时候，基本上日本队都会去对班霸做 double team。是，那你适时的一个 inside out， 其实就可以产生到一个力，甚至一些比赛当中班霸还会丢三分。我其实他在 UBA 以前就会投，对，但可能比例可能没有那么多了。他比较不准嘛那时候。哦，那你这样就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一直怂恿他投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是这个意思。不用叫他投，他自己投的。我在想你什么时候接我话。哇，班霸这边赏给对方一记麻辣锅，在前面快攻机会，中华白队这个来回打得相当精彩。嗯，内容来讲，还是这五个人在今天可能在表现上是比较稳定的。也中间的班霸，班霸篮底下轻松放进，来自赫丹的传球助攻。走，赫丹掉，班霸拿到，哦，再一个配合。这几次的传球，赫丹都看到了溜到篮底下的班霸。嗯，赫丹呢，再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三分出手的机会。往前给，前面是一个 short time。